只喺后面。哇，超正啊！酒店即刻就去玩啦！而我哋第一站系去咗 Universal Studio 先，哇！已经见到啲过山车啦，前面哇，好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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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哋已经到咗啦，就系呢个环球影城嘅地球啊！我哋搭咗十个钟头飞机，又翻到嚟伦敦啦！像不像啊？这个是 King's Cross Station。 这个就是 Harry Potter 里面那个三层巴士。都有哈利波特活米村的园区，就好像在日本北京都有，不过斜角巷园区就只有奥兰多的环球影城才有了。第一次走到入去斜角巷，看到在电影里面出现的场景，还有在书里面所形容的店铺，真的觉得好奇幻又感动。魔像，买魔像，它全部都是魔像。啊，呢度系劲 magical 咯，啲扫把先自己扫噶，但系扫到个天花板烂啊！除了有斜角巷，其实还有夜行巷，记住千万不要 miss 了。在大街的左手边是有一条小小的巷仔，可以走到入去夜行巷的。好不好喝吗？好喝吗？好喝过在我們那裡買的多喝了，謝謝，高點高點高點，但這杯東西挺貴的，多少錢？八九，差不多九元美金，九元美金，哇，挺貴，入
杯夠啊！我學咗好耐啦。好香啊！因為好厚啊，呢份好大個啊，大我塊面。香港冇咁大個。日本都冇咁大個，好餓咩？好人。Hello， 我哋而家第二日嘅行程，我哋咧一嚟咧就係有 early part admission 啦，跟住咧我哋就即刻衝入嚟 Harry Potter 嗰個玩呢個 Hagrid 啦，但係咧而家已經排緊45分鐘啦。係啊，跟住我哋後邊咧排60。我哋而家係8點咯，8點係early part admission 即係開始個時間，跟住我哋而家。已經係即刻衝入嚟。我哋而家係Harry Potter 嗰個園區都未行到入去咯，已經排到出Harry Potter 出面嗰個園區。超誇張！我而家準備排到入去Harry Potter 園區啦，終於已經見到架火車啦！来到奥兰多的哈利波特园区，一定要玩的就是这个 Hagrid's Magical Creatures Motorbike Adventure。 这个过山车是成果乐园最受欢迎的游乐设施，所以如果大家有 Early Park Admission 的话，一定要准时入园，第一时间排队玩，因为基本上过了 Early Park Admission 的时段，全日任何时候的排队时间都是超过一个小时。不过如果没有 Early Park Admission 的朋友仔都不用太担心，因为这里的布置都很有心思，排队的时候会经过不同的场景，大家可以一边排队一边拍下照。这个过山车不是最刺激的那种，是不会有360度反转的位置，不过绝对是有惊喜，真的超级好玩，玩完一次是会再想玩多次的。我们玩完 Hagrid's 的过山车，第二站就去了玩 Harry Potter and the Forbidden Journey。 这个游乐设施就是在霍格华兹里面，排队的时候一样有很多影相位，就好像真的入了去个城堡里面。 Harry Potter is going to show you how the game of Quidditch was meant to be played. 玩咗 Hagrid 嗰個 motorbike 啦，跟住之後咧，我哋玩埋嗰個霍格華茲嗰個 Forbidden Journey， 係啊，超正啊！我哋勁快咯，我哋我諗一個半鐘已經玩咗兩個 game， 跟住而家我哋坐低食早餐。有呢個霍格華茲喺後邊，哇，超正啊！跟住咧，我哋叫咗一個熱嘅 butter beer。不過我試了一啖就有啲甜，係有啲甜。不過 OK 試下啦，因為而家呢度都少少涼咯。如果曬住嘅話就 OK 嘅，但係如果唔曬住嘅話咧就少少凍。好啦，我哋食早餐啦。佢掉咗落去炸，呱呱聲喎！超多生果咯，呢個早餐。想講個西瓜超大嚿咯，勁厚咯。係。個蛋糕。係。甜唔甜啊？西瓜。想食健康啲，叫啲生果嘛。跟住之後咧，勁大嚿，但係甜嘅。咁都抵啊！咁多生果都唔平啊。Hello。我哋而家拎咗呢張地圖，如果咧大家有呢、這個即係喺去過日本環球影城咧買過呢個魔杖嘅話咧，喺日本買嗰支咧喺美國咧都係可以用啦。咁但係咧佢入面個 map 咧係唔同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可以問佢拎一張 map 啦，跟住之後咧就可以跟住佢嗰啲地方咧就可以玩魔杖。耶！繼續玩魔杖啦！
Rebellion。食完雪糕，我哋就再排队玩 Escape from Gringotts。排队入到去古灵阁，真系觉得好正，完全重现咗喺戏入边嘅场景。跟住咧就有个 pre-show， 开始带你进入呢个故事，系有超强嘅沉浸感。之后咧仲会搭 lift 落去地底。完全觉得自己真的入了去古灵阁。我们还要超好彩是坐第一排戴着 3D 眼镜这样玩，整个 ride 都很刺激。来到魔法世界，又怎可以不去九又四分三号月台搭火车呢？这个 Hogwarts Express 就是来回斜角巷和活米村园区，不过要搭这个火车是需要有一日入两个乐园的门票才可以搭，因为奥兰多的环球影城是超识做生意，他们将哈利波特两个园区斜角巷和活米村分布在两个乐园，所以如果只是得一日一乐园的门票是不可以搭这个火车的。Liquid luck， 跟住咧佢系少少闪噶咯，劲靓，我嚟睇下。好啦，我哋而家咧到下昼三点几啦，跟住咧就咧超过晒，不过之后咧就稳定咁咧就收睇啦。我哋而家就搵个位坐喺度。沉浸在魔法世界里面真的觉得很梦幻，整个哈利波特园区都做得非常之好，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位，到处都充满惊喜，充满魔法，由玩的、吃的、买的都令所有人完全投入在魔法世界。如果在看的你都是哈利波特迷，有机会的话真的一定要来一次这个这么梦幻的地方。